我现在的目标是腾申银行的郭豪森，我想要跟你一起手牵手。一心想加入豪门的他，你要去哪里我都陪你。被卷入一场世纪风波，虽然我钱不多，但这个忙我真的可以帮哦。难道真的只要有钱谁都好吗？他会选择钱财还是真心？他的决定会 OK 吗？你那边怎么样？我这边 OK。 新加坡篇，周一至五晚上9点，8频道，您也可以上 Togo 免费优先观看。